对，我本来第二局其实也以为自己要输了，然后我觉得现场的观众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在那时候他们看我落后的分数，他们还是一直给我加油打气，然后让我可以就是更坚持，让自己更有信心。因为他的速度其实一直很快，然后我其实非常的压迫，加上就是我其实有点跟不太上他的速度，所以我觉得这整体来讲都会影响我去出球的一些状况，然后我觉得应该要有自己的节奏去跟他抗衡。其实我在来之前没有接受到很好的训练，所以其实这个比赛我觉得自己准备跟发挥的都不会太理想，然后加上从小组赛我觉得自己也发挥的不是很好，然后加上是别人给了我这机会晋级到四强，所以我更珍惜的去享受在场上跟他们几位就是水准很高的选手去对抗，然后也看了就是马林跟宇飞的对打，就是他们其实状态都是在很好的情况，我想说就是在这时候我应该要更坚持，然后去看自己能不能跟他们抗衡。And Tai Tzu Ying has battled back from a game deficit to win a fourth World Tour Finals title.